Hello， 大家都好開心地翻咗嚟啦！今次係有啲非常之特別嘅禮物，你哋自己最想要啲咩咧？我自己最想要係嗰張卡啦，但我想要卡係連埋個寶咧，因為佢可以入落去咧，成套咧咁樣最靚嘅。係，同埋見到其實頭先你哋三位嘅卡仔拍埋一齊會有特別嘅效果。係啊，因為其實我哋想做到係一張卡一個效果，幾張卡加埋又再多啲效果，咁樣先至令到佢哋收藏嘅價值更加大。咁希望佢可以儲齊曬我哋十二個人啦。係，但阿 J 你會用邊個 plan 啊？我會用自己的 plan， 每個人都有一個 plan 啊嘛。咁都幾得意嘅。今次其實見到佢嘅月歷冊裡面咧，其實三個人一組啦，其實四組人其實有佢哋唔同嘅特色嘅，係啦，咁到時遲啲出街就會見到啦，大家。但係今次拍呢個廣告嘅時候，你哋辛唔辛苦啦？今次拍呢個廣告，我覺得不算是辛苦的，但我覺得有一個很得意的，就是它有很多綠幕的東西，我們要配合綠幕，我們就要幻想一下那時最後出到來的一個效果是怎樣，那個跟導演商量那件事都很得意的，不斷試來試去，這些是挺珍貴的。但拍綠幕的時候，剛才那張圖的心心是不存在的。是啊，好像拍 Marvel 一樣，我們現在幻想全幻想。是，但會不會可能嚟緊都希望有機會的話，都想拍下 green screen 咧後面。哦，會唔會想試下拍綠幕嗰啲嘢啊？拍綠幕 ，Marvel 都想啊，因為平時睇電影睇得多，冇諗過自己會拍到一啲咁高科技嘅嘢。可以自己中意病一下，自咁棒棒棒嗰啲係最喜歡啦。嗯。同埋另外都想問翻啦，因為最近 Anson Low 嘅新嘅《不可愛教主》MV 就已經過咗10,000點擊率啦，會諗住點樣慶祝呢？請吃飯，但係因為我唔可以搶先阿 J 啊嘛，因為阿 J 話請吃飯先嘅嘛。耶，阿 J。總之咧，阿 J 請完吃飯咧，咁我就會請大家吃飯。係，阿 J 等你喎。係，我埋單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上次所以將埋咗單，其實阿 J 埋咗單㗎啦，所以 Anson Low 你好快啲走數啦。真係咩？係啊，真係俾錢啊！真係有。你請咗佢哋食咩啊？未俾，冇喎，多謝你。未俾，未俾你咁大聲。唔係，金生話 send 翻張單俾我。OK， 張單 send 緊 ，send 緊，等佢整 send 到嘅話，就請大家食飯。係，但係都想問翻 Eden 啦，因為最近你拍戲都好忙啦，跟住之後又要拍完 MV 就拍劇嘞噃。呢段時間我哋就開翻 ice cream 啦，咁呢段時間個天氣都真係好誇張，都凍到可以問下 Elton， 我覺得係可以問下 Elton 佢有好深嘅感受。係佢嗰日俾咗個好長好詳細嘅報告我哋啊。爭啲雲咗啦，因為上水同落水呢一下其實就係羅湖地獄有自反人間，咁就因為好大風啊，咁但係因為我哋喺水入面都還好，一上翻嚟再加埋個涼風陣陣咧就。我的確是有啲身體反應的，即係嗰啲作嘔啊、抽筋啊，都出曬嚟。咁但係就頂得住，頂得住，咩話嚟噶嘛？係咪？水入面都唔還好，我覺得。水都還。係。佢哋可能有少少意見不合啦，有啲咁嘅情況。咁其實都都唔止一即有一段時間，咁所以我都想佢哋可以。大家和睦共處，互相尊重，大家做一個好的粉絲，有禮物的粉絲咁就最好了。但出 post 之後，他哋的和解了未啊？我見希望眼見會有好咗嘅，咁就希望未來都可以越嚟越好啦。係，同埋都想問 Fast Daddy， 因為都有份拍 Ice Beam 啊嘛，你有冇凍親咧？我有啊，嗰啲水好似凍水咁啊，即係仲要一件仲有一件事就係、是，即其實上一次拍咧，我本身即係 delay 咗啦，唔使落水嘅，但係唔知點解俾 Eden 抌咗落水。嗱，首先俾 Eden 抌落水呢件事俾聽先，我點樣抌你一個人落水咧？係一扎人一齊抌落水。你唔好針對我。係啊，所以但係個過程我覺得好玩嘅，因為成班男仔好熱血咁樣去做一件事係好開心。係，同埋最近有傳你哋啲廣告身價又越嚟越高啦。我真係唔知啊，冤枉啊，老爺，即係希望報道講嗰個價值係真嘅啦，總之，因為我哋真係唔知道，我哋就係知道我哋工作係做啲咩類型嘅工作，係邊一個牌子，但係我哋就冇知道過個金額嘅。你哋知唔知啊？你哋好少問，我哋好，因為我哋好少問呢啲價錢嘅，我哋純粹係問今日同聽日有咩做咯。係喺我哋世界，淨係衝擊住今日同埋聽日咁樣。係啊，有冇早餐呢啲係緊要啲嘅。早餐有冇早餐食呢個係最第一樣要問嘅嘢咯，同埋佢哋都會問翻我哋食咩早餐啊咁樣。大表哥，你幅牆俾人刮花咗，壞咗啊！哦，
其實我覺得都算是錫住我的，其實那個位置其實本身都真的相對上有些危險的，咁而都過了兩個幾月啦，咁所以都尾聲的時候先加啲創意落去，我覺得都即係算係咁嘅。你問我係啊，咁但係都好多謝 fans 準備個禮物俾我啦，係啦，咁我都有沒有去打卡啊，未啊，因為那度真的很多人，所以我都未有即係而家畫花咗都未。係啊，我只可以睇啲 fans 踢我嘅相，係啊。係，同埋都想問翻你哋除夕 show 係咪好似嚟緊有台都有啲另外嘅歌星同你哋對冚，有冇留意啊？依人冇。如果大家都一起做依、這個除夕嘅話咧，咁大家一起開心倒數咯。咁完咗嘅時候，我又睇翻佢哋重播佢啦，睇翻我哋重播，大家再一起倒數一次，咁再開心啲啊！同埋呢大日子啊，百花齊放。咁普天同慶嘅日子啊，除咗個天放下煙花之外，都真係好學德仔話齋，百花齊放就係大家一齊開工，咁啊最開心啦。嗯。咁開心啊！咁啊百花齊放啊，再齊放啦！哇！掂啊！咁就犀利啊！犀利啊！冇咁誇張嘅，純粹嗰個時候懷疑自己有咁，其實都而家冇當時咁，因為都好耐以前拍嘅，所以而家播翻出嚟就唔係近排嘅狀態，所以冇事啊，放心。係，但係呢個 documentary 你嚟緊仲會唔會諗住繼續拍落去咧？定還是嗰一個就已經係全部嚟？哦，會啊，會啊，會啊！嚟緊都會有集數會出嚟，咁啊，可能都大家期待一下啦。係，同埋啲 fans 都好期待你九胎究竟幾時會推出咧？會唔會可能喺演唱會之前？喺八胎之後就會推出。十胎之前係啦。啱好啱好啱好，我哋啱好。大概而家暫時喺編曲上面都可能有啲嘢要調整啊嘛，喺好多細節位同舞蹈編排上面都有啲嘢要執啊嘛，可能仲需要少少時間，好快喎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